委任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石头城堡。石头城堡，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它的作用是什么吗？它用了先把那个桶子把沙子弄上去，然后再把它用两堆，然后用完的时候会变成有点城堡，然后再从沙子旁边用一用，然后再把石头放上去。沙子怎么弄上去？然后你说水桶，你可以帮我们示范一下吗？水桶就是可以帮我们另外再挖一个洞，帮我们示范一下。沙子用进去，嘿，把它装满。把它装满。嘉宏，你要不要过来帮一下委任把沙子装满？够了吗？还要再一些些。好，再一些些啊。这么完全不到一样。好了，这样就可以。好，接下来怎么做呢？就是把它用，把它拿起来。拿起来。这它就有一个形状了吗？是这样哦，就它就是一个城堡的底部了。然后还在装，好，来装好，然后接下来你再用石头慢慢的把它装饰完成。还不够吗？要把这里，你看我看到了。就要把它填满。因为你们要做第二层的，是不是？对。OK。好。再把它用平。用平。然后怎么做呢？再把它盖上去吗？哇，这样是它的第二层了。好，拿铲子，把它装饰一下。你就是把它的形状把它雕塑出来了。你现在是做它的那个城楼的部分吗？因为你要放石头，所以要把旁边都铲平。然后就找一些石头，慢慢的放上去。所以只要把石头放上去，这样就好了吗？放上去的话，还要再做一个旗子，对不对？我看拍一小时都拍不好。那委任，你现在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，你原本做的那个城堡啊，它是叫什么名字啊？石头城堡，石头城堡，好，那谢谢你的介绍哦。好，要不要跟镜头打声招呼呢？好，拜拜。